入这个矿区的。不是某种程度的协调协作呢，才能发生所谓的宗教，所以呢，你就要不断的开发类似像朝阳这样的社区，对不对？就社区建立关系，就是第一个部门去建立关系，土地找出来，里长关系搞好，庙找好，对不对？关系打点好，土茶要做哪里的？什么的？台湾紫的。台湾紫的。还有之外呢，其他的相关产品要买什么的？茶打茶的。谢谢。